第一個 session 咧，我哋就帶咗大家翻去呢個80年代啦，有呢個咩日記話？心理日記。但係咧，呢一個 session 咧，你就要帶翻大家去呢個21世紀啦。冇錯，帶翻你哋去2016年頭最 hit 嘅歌。呢首咧就係 Ega 嘅 3M。咁啊，可能你有聽過 3M 咧？咁啊，通常你哋會聽到廣東話版。因為係麥當勞。係啦，咁啊，你好彩喺呢度聽咧，就可以聽到 demo version。Thank you.